Hi, I'm Summer from Amil Group. Right now, I'm in the Yiwu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Today, I'll take you to have a market tour. Hello, 老板娘. 你好。 你好, 您家主要是, 就是这些玻璃制品是出到哪个国家的? 中东、南美。 咱们店里哪些是就是比较受欢迎的? 你中东呢? 中东的一般就是这些金色的, 加工这些金色的, 还有调味品, 像这些都是新品, 今年的新品。 你看这个, 像这个是带灯的。 哦, 这还带灯? 对, 这个产品我们每天都会卖很多, 现在就是。 哦, 对, 它就是。 对, 这个 USB 充电的。 嗯, 对, 然后他们中东呢, 都喜欢这个大理石的这种元素, 所以, 对, 我们特意做了这个大理石的。 嗯, 然后, 都有12头的, 16头的, 还有20头的。 一般的话呢, 就是像8头的, 他们都没人买。 一般买的最多的是12头和, 那个16头。 明白, 这就是12头对吧? 对。 像这种的是多少钱? 这个的话是50, 像带灯的这种的话, 12头的话是55, 便宜一点的话, 像这种也可以的, 像这种就比较实惠了, 这种的话, 30, 12头的话, 只要35, 对, 就像这样, 像个尺寸嘛, 对吧? 像这个只要35, 这种就, 有些客人他们想要找新品啊, 有特色一点的, 就会拿这些。 像这种的起订量吗? 起订量我们没关系, 我们自己做的。 5件、20件都可以, 都可以, 对, 你要5件也可以, 都没有关系, 跟你们凯悦合作的挺多的, 送货什么的, 都没关系。 像这种的, 包装什么的是怎么包的? 包装都好的, 都是外贸彩盒。 哦, 那像运输中不会就是, 很容易碎掉吗? 没有, 它外面一般都有一个吸塑吸好了, 然后再套一个彩盒, 这个不容易破, 从来没有客人说反映, 它有破损啊, 或者怎么样的, 没有, 这些都是今年新款。 你要老的, 就像这些, 这些以前都是, 这些都是老的嘛, 啊, 对, 对, 这些的话, 就都出的很多的, 这些最便宜的, 反正就是像这些呢, 这些我们自己做的, 还有像这一些呢, 我们自己做的, 做的话就, 价格会比较有优势吧。 是, 那像这种的是, 就是也是有设计给设计出来这种新品吗? 对啊, 有时候客人他们比如说, 客人他也会给我们说什么样品啊, 他想要做啊, 他量大, 整柜做, 做好了, 对, 我们后期也会开发类似的。 哈喽，老板。哎，你好，你好。你好，想问问您家这个毛绒玩具都是出口到哪的呀？哪个国家的？我们这边出口是主要针对于南美市场比较多一点，也是在中东国家，北非都是会有的。那他们那边人喜欢，就是哪种比较受欢迎，最喜欢哪种的？哦，那种南美那边它主要是这个七寸的这个抓鸡娃娃。 然后他们是量特别大的，这是七寸的是吧？对对对，七寸，然后尺寸差不多20厘米左右的。然后我们最近新推出的是兔毛的这个，没关系没关系，这是兔毛的，对对对，这个兔毛的，然后是最近新出的那个款式，然后是客户这边现在是下单量也是非常大的。那像这种的，就是大概价格是多少？ 这种的价格我们在5块9到6块钱在批，有那个起订量吗？起订量的话，我们一般是根据客户，一般是一件货就可以拿了，一件货就是360个或者480个都可以，对，打那个编织袋，不它如果量大，我们可以给它多装一点，量希望小一点，我们也可以它装小一点，没关系的。像这种毛绒玩具的那个包装，就是都是大编织袋包，就不会用箱子是吗？对，毛绒玩具 的话，如果打纸箱的话太浪费体积了。我们是打编织袋抽真空，包上打那个打包绳，四四方方打得很紧很紧的。这样的话，客户用过去以后，它的立方会省很多很多的。明白。因为毕竟这个从中国运到南美那边，最起码得45天到2个月，这个时间太长了。是。如果说是我们打纸箱，
地方太空了，客人的海运费太高了，然后过去的话也是比较亏一点的。我们有7寸产品，然后这边是8寸产品，8寸产品的话我们价格都在7块左右呢。还有我们这边是15寸的产品，这种的大概要多少钱？15寸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在22块钱。像这种的就是一箱应该件数就会少一点。对，这种的话客户一般都会拿那个皮壳的，把里面的这个棉不要的，然后他就拿单皮的话，然后他会量会大一点。他如果要里面的棉，一件货打不了几个。那如果单要皮套就是单要皮套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在14.5到15块左右在批发呢。那这种熊卖的这样的熊，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可以定制的吧？对对对，它上面是印的那个Love You 还有 DM、哦、或者是阿拉伯那边很喜欢的是 Wahibuk Marhaban， 然后他们都可以的。这些熊的尺寸我们从25公分开始，一直到1米1、1米2、1米8都可以的。If you have any inquiries of any product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our company. Amil Group provides you with one-stop service.